大家好，我是毓民，一息尚存，继续发声。 My Radio 要不要运作下去，要靠大家支持。毓民在这里提出两个要求，第一，请付费支持我们的节目，第二，请订阅 YouTube 频道，让全世界各地的华人都看到我们的节目，令到 My Radio 可以源歌不绝。大家可以经 PayPal、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treon 缴交月费。在这里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 Radio 的月费计划。咦，为什么我成日都在 YouTube 错过了 My Radio 的直播节目的？我明明已经订阅了 YouTube My Radio 的频道了。梗系啦，订阅完 My 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你仲需要按埋隔篱个钟仔嘅，再选择全部。咁 My 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节目咧，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啦。咁样就一定唔会错过 My Radio 喺 YouTube 频道嘅直播又或者新节目啦。仲有一样嘢，千祈唔好唔记得。呢样嘢我当然知道啦，交节目月费嚟支持 My Radio 啊嘛。而家除了經 PayPal， 仲可以經 PayMe 轉數快或者 Patreon 嚟交月費添。嗱，啲球迷咧就屌聲四起，咁啊香港咧都有個插播。就今日我哋睇到一段片咧，即係佢開記者會下晝五點半嘅時候咧，就因為即係而家個疫情非常之緊張啦，係咪嚴峻啦啊？咁啊把守大本營喺香港就抗疫，另外一個潛在嘅對手689咧就上咗北京過春節，係咪？希望喺嗰邊運動一下啊，睇下有冇機會即係呢個中央啊祝福佢去參選啊！咁呢個就唔係路邊寫消息啊，實實只去咗北京㗎啦，係咪？嗰、那個就喺咗北京，呢、這個呢就撞啱香港疫情又爆發，就坐硬喺香港嗰度呢就抗疫。早輪呢即係大家睇到個形勢呢，林鄭即係可能唔死得嘅，你明唔明？咁大家如果有睇我即係邊個即係呢個鬱敏特區幾篇文啊，同埋睇我做節目讲林郑啊，究竟有冇讲呢？或者讲特首选举，或者林郑有冇机会连任呢？咁大家都唔敢睇死佢嘅，系咪？尤其是坚持啊，要杀呢个徐英伟，系嘛？喂，而家咁多个去参加呢个鸿门宴，你净系杀徐英伟一个啫，系嘛？咁佢梗系好多理由啦，又话佢冇安心出行，又话佢由头错到落尾，系嘛？好多理由啦，经过调查之后，系嘛？咁就系要杀佢咯，系咪？咁而家你殺咗佢之後，個任期仲有呢三幾個月就唔會補個人啦。咁有一個即係 acting 就搞掂啦，個副局長咁啊 acting 啊處理局長就搞掂噶啦，就唔會再揾個人噶啦，係咪？即係呢個民政事務局咧就冇副局長噶啦，就有個副局長 acting 個局長咁解啫嘛。喂，徐英偉都殺得係嘛？然後北京又同意嘅，咁啲人就覺得佢行情看漲噶啦嘛，係咪？好啦，而家個疫情搞到咁。咁啲人又將佢串連喺嗰個所謂3月27號產生嘅呢、這個即係、就是、新嘅一屆嘅呢個行政長官啊，咁啊究竟有冇佢份呢？然後佢個潛在對手689咧，咁啊而家喺北京啦，北京咪周圍就喺度串連啦，唔使問係嘛？即係做功夫啦，其實講到尾都係假嘅。如果習近平採你都生芒果嘅話咧，你就唔使諗噶啦，係咪？你點樣去轉型都冇用嘅，咁而家就真係好詭異嘅。你有冇即係喺香港，即係呢廿幾年，你有冇見過一次嗰個所謂要產生呢個小圈子嘅特首？喂，到而家一啲眉目都冇嘅咧，係咪？歷屆啊，到咗呢個時間，喂二月幾啦，大佬仲有一個月鬆啲就要產生新嘅一屆特首，咁使唔使去選舉？使唔使做選舉工程？使乜都唔使，就乾脆委任一個咪搞掂咯。到時或者只有一個候選人，就可能真係俾曾玉成噏中嘅喎，啱唔啱啊？係嘛？咁所以你睇到個今日記者會嗱，那個疫情嗰度咧，其實一間我就講兩三樣嘢啫，多都唔需要講啦，好多人都講咗嘅啦，係咪？而家去到呢個地步，你係咪仲係要跟大陸去清零咧？係咪？咁佢唔會變嘅，老實講，佢只會加強呢一個所謂即係而家嗰個即係所謂抗疫
啊，佢加強嗰、那個即係喺政策上邊咧，只會更加強硬，係咪？同埋更加嚴厲，一定嘅，係咪？所以今日個記者會度講咩咧？係咪？又係要清零啊！繼續係咪？個圍堵咩叫圍堵咧？屌你咪真係！個圍堵係最好嘅政策同埋策略，亦俾證明有效，同埋協助本港壓制前幾波疫情，讓市民回復正常工作。我哋記得喺年尾嘅時候，係嘛？即係你，即係嗰個所謂比較嚴厲嗰個政策實行咗之後，咁好啦，個疫情係冇改善喎，而且爆發得仲厲害喎，係嘛？咁啊點解釋咧？請問？同埋成日講咩叫動態清零咧？咩叫圍堵咧？點解講到一嚿嚿係嘛？冇意思嘅呢個係嘛？即係啲記者問佢：喂，可唔可以同病毒共存？因為全世界大部分嘅地區都喺度講緊呢樣嘢，而且都做緊。喂，鄰近地方有一個即係中香港最大即係最強嘅對手新加坡，人哋已經係喂已經係與病毒共存啦，大佬啱唔啱先？你經濟，你救經濟最緊要嘅，百業蕭條，民生凋敝，死得㗎啦，係咪？你而家派咩錢都冇用啊！我話俾你聽啊，係咪？係瓜得啊，係咪？你另外一方面就喂，屌你善財難捨，冤枉甘心，你而家都未有一套話我點樣去救市，點樣去救人？一個救市，一個救人，係咪？你嗰個財政預算案就嚟出嚟，有啲咩俾人睇咧？你請問係咪？咁佢嗰個講法咧，就要即係香港全面接種疫苗，係咪？要實現動態清零。咁人哋問佢動態清零係咩？佢話講唔出咩叫動態清零。咁你又噏動態清零，係咪？嗰種講法就係你又根據啲專家講，只要我嗰個接種率，即係話我谷針谷到全部大部分九成以上嘅人都打咗三針啦，咁就冇事啦，咁樣啊，咁就可以考慮另一種安排。老實講，你而家喺即係。在这个控制这个疫情里面呢都已经是进退失据，被人看到你是非常之无能，只是一招，是吧？这一招呢就逼死香港人。正如我较早前所说的，饿死多个病死，那个结果是吧？日日什么不懈努力抗击疫情，但是结果呢就喂个确诊人数越来越多，跟着就会尽力围堵和清零，是吧？即係老話講香港人而家睇到咧，即係香港人咧就有個好處嘅咧。第一就即係怕死啊，係咪？哇！日日咁多單嚟，都係唔好出街啦，聽曬話咁，係咪？你喺第二啲地方，屌你上街抗議嘅啦，已經我話俾你聽啦。所以咧，三個華人地區，包括大陸、台灣、香港，都喺度屌咧追求清零。咁你話呢三笪地方，屌你真係同文同種，同一種基因。是同一種思維模式，屌你真係，去到呢個地步已經睇得好清楚啦嘛！呢一個而家呢一個所謂即係變種病毒，佢殺傷力係有限嘅，傳播力係非常之強，係咪？冇重症嘅，係咪？咁如果你啲人你谷針，咁你就算中咗，咪當中流行性感冒咯，係咪？我早輪都講過㗎，大家唔知記唔記得？我有個夏威夷嘅朋友，我中學同學幾十年㗎啦，係咪？我最近同佢通電話，係咪？佢話我哋呢度一日都六七千啦，夏威夷喎，係咪？佢一家三口十二個人，十一個中咗，淨係佢冇中，你明唔明？咁啊，個個好似感冒咁就冇嘢喎，係咪？咁所以佢哋啲人唔驚，但係你出街嘅時候一樣係要戴口罩，係咪？去食嘢嘅時候你一定係要有張針卡，係咪？咪就咁啫嘛，係咪？而家呢個艱難嘅局面係邊個造成嘅咧？係咪？所以今日有一段片人哋剪咗出嚟喺記者會度，就係林鄭月娥懷疑似講粗口，屌喺度屌，係咪？即係佢就真係應時啊！而家全民喺度屌緊啊，係咪？我哋睇下嗰段嘢好過癮嘅，我覺得。今日開始咧，政府係會實行擴大呢個特別上班嘅安排。一直到下個禮拜五，即係2月11日，今日開始咧，政府係會實行。嗱，即係咁講，
我所認識的林鄭月娥咧，照計就不會講粗口嘅，係咪？我哋嘅印象中啊，係咪？即係佢喺做呢個副務司嘅時候，我哋已經識佢啦，係咪？佢做緊 AO 咁嘅 D2 D3 係咪？而家貴為即係香港最高領導人係嘛？咁佢嗰啲係講英文。思考又用英文嘅，最多系 fuck 啫，唔会无端端屌。呢个就真系唔似。咁但系又好有意思喎，而家真系全民皆屌啊，系咪？对住个政府，一讲到个政府就系屌啊，系咪？屌呢个意思，呢个唔系粗口，呢个字系好传神嘅，你明唔明啊？大家唔好当佢粗，即系吓，即系好粗俗嘅语言系嘛？屌你唔好黄标我大佬，屌喂呢个屌真系好多意思嘅，系嘛？咪你唔信问一下。Ben Sir 啊，解个屌字系嘛？又可以动词，又可以名词，又可以一个感叹啊！即系一好感慨又会屌系嘛？好捻嬲又会屌系嘛？睇下点屌啫嘛系嘛？你个政府就日日俾人屌系嘛？呢个好清楚嘅。咁点解你个政府日日俾人屌咧？系嘛？今日就真系其实说文解字就应该讲个屌字啊！我起码可以讲十分钟最少，屌你真系。打嗰場波係咪眾人皆屌啊？嗱，我哋睇波嘅球迷咧，大家記住，佢係一種即係我哋講傳播學啦，一種叫同社會關係。譬如你係曼九，譬如我係曼九啊，係咪？屌你曼聯輸贏波對我哋同樣有關又好咩咁？呢啲 fans 啊嘛，曼九係咪？全世界嘅曼九睇緊英超係咪？佢嗰個感受係一樣喎，大佬，唔同語言，唔同空間，屌你見到哇，即係斯朗，哦射發球，一球中咗之後，響，大家都係嗰聲，嗰球唔入，大家都一齊屌噶嘛，你明唔明啊？係嘛？用唔同嘅語言一齊屌，你嗰個直播喺唔同嘅地方咪一齊屌咯，你話？無論你係講西班牙文、英文、拉丁，講乜文都好啦，係咪就一齊屌？我哋叫呢種叫同社會關係，喺香港咪咯，見到你個政府咁樣倒行逆施，係咪？你咪大家一齊屌啊！個感覺係一樣喎，互不相識喎，可以係咪？呢個傳播學上呢叫同社會關係，係咪？所以我哋嗰陣時喂講呢個傳播就係你要去傳達啲信息嘅時候，你要考慮呢樣嘢，你個即係受眾係啲咩人，係咪？佢會唔會有共鳴？喂，見到個賊婆，大家有個共鳴啊嘛，係咪啊？個共鳴就係你快啲死啦！屌你啦，咪一見到個電視，見到你個樣，我就屌你，咪真係係嘛？就大家一齊屌噶嘛，一定係係嘛？喂，你話啲建制派唔會啦，佢個口唔會，心都屌緊噶嘛，冇分別噶呢個係係嘛？你不得人心啊嘛！即係舉個最簡單嘅例子，喂，劉業強鄉議局主席去求到一支籤係嘛？微澳微租咁好多人都唔明係咩嚟嘅，屌你真係嘛？你咁咪查書啦，呢個孔夫子講噶嘛，係咪？澳同租都係神嚟嘅，租咧就而家用我哋嘅話嚟嘅，的確牽涉到民生，係咪？我係寧願微租，我都唔會微澳，唔會微令我擺喺屋企入邊嗰個神，係咪？個租神最緊要。咁啲人可以惡搞到係咪啊？搞咩東澳咧？係咪？屌搞通我冇饭食嘅，我微做你最紧有饭食，系咪？都可以恶搞成咁嘅，系咪？微澳变咗，即系喂支持东澳叫微澳，冬季奥运会北京举行嘅冬季奥运会叫微澳，系咪？微澳唔系咁解嘅，但系啲人恶搞啊！你可能恶搞嘅人就系话车公真系显灵啊！屌你真系，系咪？呢、這个呢呢一即系呢即系求呢支签个签文系。即係好正啊，係嘛？咁但係嗰個係老阿講啊，所有呢啲廟嗰啲簽文都係揾啲古文啊，或者古文一啲故事出嚟噶嘛，大佬。人攀高處求真果，我向低邊拾芥薑。微傲就不如去微做，莫交涉獵請英雄。嗱呢一個咧，其實呢個簽嘅意思好清楚嘅，大佬你要實際啲 ，OK 係嘛？你要實際啲，係咪？好多人就攀高處求真果，我就向低邊拾芥薑，係咪？
微澳就不如去微做，呢、這个微澳微做你就查下，即系好肤浅讲嘅嘢 ，OK 啊？莫交涉请英豪，咁啊，屌你就唔可以充大头鬼啦，唔可以喺度屌你咪成日喺度咩中国梦啦，系咪？可以咁样解嘅，你俾我做解签佬，我就咁样解噶啦，系咪？咁你后边嗰个解药，凡事守旧，自身平安，家宅兴吉，求财遂意，咁系嘛？咁个前提就要凡事守旧，自身平安，系咪先至会家族家宅兴吉，求财遂意？全部都模棱两可嘅，我话俾你听啊，系咪？即系等于嗰啲江湖术士，屌你，你去批命又好，去占卦又好，屌你任佢噏嘅啫嘛，系假冒变色，我从来唔信呢啲嘢嘅，我而家话俾你听，系嘛？但系咧，人就系咁样嘅，尤其是中国人，系嘛？屌你对自己咧，即系一啲信心都冇，系嘛？咁你咪要求神问卜咯，就系、是、咁样咯，啫，系嘛？啊！又要按太歲啊！邊個犯太歲啊？成日喺度諗埋呢啲嘢，係嘛？咁呢個就係、是、亦都，但係你從另外一個角度嚟講咧，呢、這個都係一種即係、風俗或者所謂民族係嘛？即係民族咧就係人民個民係嘛？風俗嗰個族啊，就唔係民族主義嗰個民族係嘛？是吧